女孩需要经过不断的蜕变，才能转变为美丽的女人。所以，呵护女人是我们的坚持。中国母婴市场将高达百亿元规模，即将进入爆炸式发展。我们将提供高端、精英、生活方式三大品牌。风中梦工厂月子管理集团，工业界独创产后六大管理系统，分别是培训、规划、管理、订房、客服及电商系统。我们发现，相对于以往15到30天月子调理期，更倾向于42天的长月子模式。有将近55%的受访者希望能够获得更妥善完备的照料，让妈妈在这段期间能好好放松，于生理跟心理上能得到更舒适的贴心照顾。现今的月子会所面临的问题，基本可分为4种：标准参差不齐，服务内容过少，单纯产后照料，缺乏心理照顾。在国内月子中心定性为服务场所，而在台湾月子中心为医疗场所，专业程度完全不同。在人手不足的月子中心更容易被忽视。其实产后的心理调整与建设更重于身体的调养，心理健康了，身体才能更健康，但却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环。产前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安排提供高级护理师24小时的照顾，随时留意妈妈与胎儿的状况。产后入住同样有提供专业照顾与健康月子餐补充能量，在离开后还能提供产后瘦身服务与宝宝早教课程等项目。저희닥터들은수년간의연구와임상실험을통해아시아여성들에게적합한제품의개발을위해서최선을다하고있습니다저희닥터드림이여러분의피부를책임지겠습니다我们期许梦中梦工厂月子会所在中国遍地开花，为社会及投资者创造最高价值，打造品牌影响力，共创3亿美好未来。过去我们让你美丽，现在我们让你在幸福中美丽。